Hello everyone, this is Miss Tina. Welcome back to our story time. Today, Miss Tina want to show you a story. The story's name is "It's Too Windy." It's too windy. Look at the doggy. His fur is flying away. What happened?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Tina 姐姐。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听故事学英文时间。今天 Tina 姐姐要带来一本故事书，就是这个风太大了。 风太大了，你们看，风把狗狗的毛吹得乱七八糟，它几乎都站不住了呢。叶子也落下来了，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吧。Doggy, doggy, I love you. It's too windy. 风太大了啦，你们看这个狗狗被风吹得几乎都没办法站，都跟着风吹滚啊滚啊滚啊滚，是不是很危险呢？ Dokey dokey, I love you. I don't want to go outside. 有一天早上啊，Puppy 的主人要带它出去遛狗，跟它的 baby baby 的 brother 一起去遛狗。可是 Puppy 说：“我不想要去外面啊！你们看外面风这么大，我最讨厌风大了啦，因为风啊大的会把我的毛吹得很乱，我不喜欢。” 可是再怎么说，主人还是硬把它拉出去，因为主人说出去运动是有益健康的哦。Puppy, puppy, I love you. I want to stay inside. 我想要待在里面啦。你们看狗狗的脸是不是很脸色好臭、哦？而且风大到它的耳朵都盖住它的眼睛。然后，可是这 baby。 这个 baby brother 啊，这个小弟弟好开心哦，他抱着他的泰迪熊，因为啊，他很开心出去走走哟。然后妈妈就推着手推车，带着他们出去走走，顺便遛狗。可是 puppy 不喜欢呢、啊，他说外面风好大，我想要回去啦。Puppy，Puppy，I love you。Oh，it's too windy。 你们看看啦，这风真的太大了，把我的毛乱吹，吹到我眼睛都睁不开了。亲爱的主人，我可以回去了吗？我不想待外面。Doggy, doggy, I love you. Oh, I hate waiting. 你们看看，我家的主人碰到他的邻居，两个人聊天聊得很开心，完全忘记我还在这边受风寒呢。 还有 baby，baby 呀 baby、啊，应该也觉得风很大吧？他开始慢慢的没有笑容，风好大的吹，吹得我的毛发乱飞。哦，怎么办？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？我想要回到我温暖的家啦！主人，你可以快点讲话吗？Doggy，doggy，I love you。The wind is pulling baby and me。结果这风大到怎么样啊？把小 baby 的手推车。 那因为遛狗的绳子绑在上面，所以也把狗狗一起带走了。可是小 baby 还觉得很开心哎，你看他拍手，他觉得好好玩哦。可是狗狗可不觉得好玩，它觉得太危险了啦。你看它整个被拉起来站起来了呢，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做呢？Doggy, doggy, I love you. The storm is roaring, I can not stop it. 手推车正在移动，我没有办法阻止它啦。你看，狗狗简直就被拖着走，因为狗狗太轻啦。你们想想看，手推车本身就很重，加上 baby 的重量，是不是更重？狗狗根本拖不住这个手推车啊，所以它一直被拖着移动。Doggy, doggy, I love you, and nobody see us。最可怕的是，没有人看到我们发生什么事，没有人看到。 手推车在移动，没有人看到我被手推车推着走。你看，我完全没办法站立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的主人呐、啊，你赶快看看我们。d o g i d o g i I love you. What can I do? 天呐，手推车正好碰到下坡的地方，它滑得好快哦！我就被手推车带着走，屁股一直蹦啊蹦啊蹦,啊蹦的撞。我能够怎么做呢？我要怎么做才能够把小 baby 救下来呢？要不然这样下去，车子一定会翻覆的呢。我们一起来帮狗狗想想看怎么做吧。Doggy doggy, I love you. I see a street lamp. 我看到了一个街灯，你看小朋友还不知道很危险，还在很开心的玩呢。我看到个街灯，我想想看我能够怎么做哦。狗狗正在努力的想。Doggy Doggy I love you 啊。啊，I have an idea，我想到了啦。狗狗想到怎么做了，那你们想到怎么做了吗？用我们的聪明的小脑袋想一想哦。Doggy Doggy I love you。 I know how to stop this rolling shore。你看狗狗的表情，从本来不开心到现在很开心的表情哦。它冲过来了呢，跟手推车不同的方向，它冲过来，它要怎么做呢？我们来看看答案吧。你们想到了吗 d o k y d o k y I love you. I did it. I saved the baby. 哇，狗狗好聪明哦！它想到啊，它从路灯的另外一边跑，这样它的绳子在绕过手推车，就卡住手推车啦。这样手推车就不会动了，然后这样子它也不会被拖着走了，而且 baby 也没有受伤，这真是太好了呢！Doggy, doggy, I love you. 哟，everything is fine. 啊，还好，所有人都没有事情，baby 没有受伤，我也没有受伤。你看，我好开心的舔着 baby 的脸，心里想：你刚刚差点就受伤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要不是我救了你，可是 baby 什么都不知道。Jokey jokey，I love you，I deserve a big bone。 妈妈呀，抱着 baby，还有我。我跟妈妈讲，我应该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奖励吧？因为我把 baby 救下来嘞，我是不是应该可以拿到一个很好吃、很大的骨头呢？Dokey dokey，I love you，I got it。没错，我拿到一个好大根的骨头，当成我的奖励哦。因为啊，我救了我的小主人，然后没有人受伤哦。 Doki Doki, I love you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单字是 windy, windy, w i n d y, windy 就是有风的。希望我们学到单字，也喜欢这个故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